中国园林的形成发展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昆仑山瑶池仙境、东海神山仙岛的神话故事。殷周时代就有了灵佑、灵台、灵昭的文字记载，唐宋时代进入了全面发展，明清到了顶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古典园林基本上是明清时代建的，或者是更早以前经过明清时代改造过的，它们是中国古代园林的代表，具有非常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中国古代园林是经过造园匠师精心策划的，运用堆造假山、布置水面、养花种树、营构建筑、匾联题词等手段，艺术地再现一个理想的空间，是园林主人畅神游赏、吟诗作画、品茶尊酒、抚琴对弈、聚朋会友，甚至于是坐禅修道的地方。清朝的帝王还有在园林里边闭轩听政、生活居住的传统。园林大致可以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还有衙署、会馆、书院园林等等四大类型。这是根据园林的性质和园林的归属地位来分的。而其中以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最具有代表性，并且主宰着整个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那么从地域分布上来讲，它还可以分为北方园林、江南园林和岭南园林三大类。不论是哪一种园林，都根植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和孕育这一传统文化的国土环境之中，所以表现出来鲜明的共同特点。第一点呢，就是诗法自然，巧于音界。中国古代园林的营造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中的自然景观是华夏大地锦绣河山的浓缩。比如说山的表现，或者像杭州西湖群山、四川峨眉山蜿蜒起伏、苍翠欲滴那样的清幽秀丽，或者像黄山、庐山的奇峰怪石、悬崖峭壁、高峰峡谷那样的雄伟壮丽，或者像桂林的峰丛石林、神秘洞府那样的灵秀神秘。园林的水或者表现如太湖、西湖那样的海阔天空，或者再现河流港岔那样的迂回曲折，或者表现瀑布溪流那样的奔腾欢跳等等。而园林中的树木、花草、虫鱼是山林野趣、荷塘秀色、鸟语花香和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提炼和写照。这一切自然景观虽然是人工创造的，但是是诗法自然的，故而像是天生地就的一样，正好像是明代造园家纪晨在他的书《园野》中所说，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林中的厅堂、轩榭、亭廊、桥等等建筑是来源于生活的，是地方民居建筑的升华再现，它们的形象通透轻盈，变化多端，大小相间，错落有致地融化在自然山水林泉之中，使建筑和自然和谐统一，进而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园林中的路是联系景点的纽带，起导游作用的。园林的路是乡村小道、盘山登道的艺术再现，也是景的组成部分。庭院中的花街铺地具有装饰趣味性，烘托出了高雅的建筑环境气氛。书法诗文也以匾联的形式融入园林，达到丰富园林文化内涵的作用。中国园林就是综合运用了上面多种因素的艺术布局，再创了一个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
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并且赋予了情感理想化了的自然，呈现出一派阴阳明暗高下起伏、气韵生动的自然美，与同一时期的西方规整对称式的人工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巧于阴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充分地利用自然的环境，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例如叠山离水，面对高低不平的地形，采取低处挖土成湖、高处培土成山、因势利导的方法，顺理成章地创造自然山水景观。园林建筑随地形变化而灵活布置，适合建亭的就建亭，适合建榭的就建榭，随地势变化而高下取舍有致，当方的就方，该取的就取，就是半亭半廊也能恰到好处。对于古树名木更加珍惜爱护，当建筑和古树矛盾的时候，宁可建筑移位，即使万不得已也只修剪几根枝杈保全树木，以取得雕梁画栋和古树亭荫相得益彰的效果。与西方古典园林讲究对称规整，甚至于是对有生命的植物也要修剪成几何图案，以表现人是自然的主宰，是完全不同的。巧于阴界的另一方面是借景与藏景的运用，凡是园外能激起我视觉、听觉、嗅觉美的景象，都采取借景的手法纳入我园内，凡是格格不入的败景，都采取平而藏之的手法拒之园外。这就是所谓熟则平之，佳则收之。如颐和园位界西山、玉泉山、玉峰塔的群峰栏影天然图画，在坦荡辽阔的昆明湖西侧，不仅不租任何高大密集的建筑，而且只租桃柳相间的溪堤，并只稀疏地点缀几座石桥，远远望去好像一抹青烟，既藏族的颐和园的西墙，又把数十里之外的西山群峰招入园内，使开阔的昆明湖更加开阔，层次更加深远。再说呢，后湖的地形是在改造原有池塘洼地的基础上，把疏浚出来的湖泥堆在北宫墙的内侧，形成一条绵延起伏数里之长的缓丘岗腹，这一仗就仗出了北宫墙和墙外的闹市街景，又创造了一个幽静的后湖景区，给人于山外有山、水外有水的联想，景色变得无限的幽深。私家园林用地狭小，用借景的手法来拓展空间就显得更加重要。第二点是含蓄内秀，小中见大。含蓄内秀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体现在园林里，就是高筑园墙，平去园外的闹市繁景，使之成为一个与世隔绝、闹中取静的人间天堂。私家园林的用地是有限的，皇家园林用地虽然广阔，但是也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范围内创造无限的景色，达到小中见大，是明清园林所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境界。那么他的说法呢，就是利用山石、树木、建筑来分隔空间、划分景区、组织景象，形成园中有园、景中有景的格局。例如苏州留园的小蓬莱，寒碧山房、曲折的游廊、文木须香亭、曲七楼、五凤仙馆、射风仙等园中园、景中景一系列不同情趣的园林空间，给人于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含蓄感。而圆明园、颐和园、北海公园则是运用园中园、景中景的手法，创造了一个弥天朔地于襟怀的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度。造园构景有前引、高潮、接景的章法，园中自园、景中自景是通过一系列体接开合、明暗对比鲜明的一系列空间和
灵活多变的游览路线形成动态的立体画卷。在这动态的立体画卷之中，泉源景是最优美的，寓意最深刻的主景放在园子的深部，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达到景越长境界越大的目的。在这高潮出来之前，又设置重重曲折的晦暗的过渡空间，渐入佳境，豁然开朗，引起游人饥坑的审美情趣而妙悟美景。这种手法与西方同一时期的古典园林开门见山一目了然是完全不一样的。颐和园从广场进东宫门、仁寿殿，再穿行于仁寿殿的牌坊、殿堂的庭院之中，再走出一带看不透却走得通的岗阜小丘，在不经意之中空间豁然开朗，西山远影浩荡，昆明湖金碧辉煌的万寿山突然奔来眼底，空间在此一劫，这一劫劫得浩浩荡荡，大有如奔马绝尘的气概。当你在穿排云门、排云殿、德辉殿，在登上数十级朝真道，来到佛香阁平台，放眼众目那园里园外的湖光山色、田园村廓、锦绣河山，通通被于我足下，空间在此一劫，这一劫劫得气象万千，大有如纵流归海的气概。苏州留园在大门入口与园林区之间有一道50来米的狭长通道，造园匠师把它处理成了一个厅室走廊、30庭院等10多个空间相互穿插，大小相间，明于暗，横于纵，互相对比，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兴趣的前引的空间。当你不知不觉走到了走完了这条路，来到主体园林的入口，古木交磕的地方，园林的景色还只能透过一个一个的漏窗若隐若现的出现，最后呢通过一道洞门来到一个敞台，这时瑰丽多姿的湖光山色才和盘托出，把人的审美情趣推到了高潮。第三点是诗情画趣无限意境。中国古典园林被称之为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这是因为古代文人广泛参与造园的结果，在园林的景物中自然就渗透着文人的那种诗情美、画趣美和意境美。诗情美主要是通过匾联来体现，匾联通常是运用极其简练的语言和书法的形式作为该景点的命名，或者是作为景物的特色的描述，或者是作者心中的情感的一种抒发，其中不少是取自于历史名人诗篇的句子。通过匾联把文学艺术、书法艺术、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结合起来，比如颐和园的知春亭出自于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点出了春天的意境；而山色湖光共一楼，道出了登楼远眺，湖光山色齐收眼底的妙境。苏州的拙政园中的“四面和风亭”的匾，表达了主人清高脱俗的气节，又使人深入其境者产生无风也有风的感受，使人回味无穷。而沧浪亭的对联“明月清风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
既点出了景点的环境特征，又道出了主人对大自然一往深情的追求。明清园林的匾联多得数不胜数，好的匾联简直是一份无声胜有声的说明书。古典园林的画境美是事情美的基础，是诗与画的统一。只有优美的风景才能激发引发出诗的激情。园林中的山水植物建筑景观的创造都是受山水画的影响。比如假山的堆砌要讲究主峰最宜高耸，客山虚势奔曲，山的形态要美圆美异，山形步步宜，还要横看成岭侧成峰，东西南北各不同，以及要高远平远深远的层次感，还应该有洞窟七涧山泉的动静结合与虚实相生。再说植物的景观讲究姿态美，并赋予情感的色彩。两株一丛的树必须是一负一仰，一斜一直。水边的树讲究临岸而滩水，或者是沁水而半路，小心庭院模拟自然山水的片段，或截取大山一角，或摄取水池一弯。矿井是中国园林画境美的另一体现。造园匠师利用柱檐、挂落、栏杆和树木间隙等等精心裁剪的画面，简直就是一幅一幅妙趣横生的镜中游。只有一席之地的小天井边角空地，只用几块奇石、几杆修竹略施点缀，就成为朱影移墙、秀峰当窗、粉墙为纸、山石为绘，活泼玲珑、楚楚动人的文人墨戏山石小品。上面这些局部景观的创造手法成熟于明代，在清代随着建筑庭院、洞门、空窗、漏窗的发展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有力地推动了明清住宅环境的园林化。明清园林景物的创造还特别注重抽象写意，以少胜多。对山水景物的创造不在于追求逼真，搬来一个真山真水，而在于是与不是之间，达到求其神似的目的。比如叠山仅仅几公尺高，却能达到一峰则太华千寻的联想。水面仅仅数十或者几百平方米，也能够让人产生一勺则江湖万里的感受。峭壁山石旁的一湾清水就好像是山涧深潭，水池边的一片石板、数块石头就好像是山砌的石滩和基石，山坡上面的几棵古树、几块石头就给人于山林野趣的韵味。在湖面的小小港岔上架一道石板小桥，就给人于流水不尽的联想。而在山林中的一道白色的云墙，就像是白云深处有人家的一种境界。园林的意境美是诗情美和画境美的统一，是一种更高层次和更广泛含义上面的精神境界，这是中国古代园林的一大特点。而不同类型的园林和不同主人的园林意境是完全不一样的。皇家园林所要追求的是唯我独尊、皇权至上、倚天说地于襟怀的一种统治意识，以及长生不老的神仙境界。比如颐和园在万寿山的前山和
和前湖主要景区。在地形改造中，景观布局结合了水利工程，并且融入了乾隆皇帝祝贺母后60寿辰的忠孝报国之情。万寿山是在原来孤丘的基础上向东拉长，呈现一个1000米宽、60来米高的近似正三角形。从正面远看，山势虽然不高耸，却有稳如泰山的气概。昆明湖北边宽，南边窄，在17孔桥处往里呈弧形兜转，形成一只大寿桃。竹井排云殿佛香阁建筑群从湖边云辉玉宇牌楼开始，经过排云殿到山顶佛香阁，以密布融中之势层层铺设。主体建筑佛香阁以全园最华丽的色彩、最高大、最稳健的八面体，坐落在40米高的石台上，超过万寿山耸入蓝天白云。在前后左右宝云阁、转轮长等等众多的小体量的建筑簇拥对比之下，把一个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帝王气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程度。整组建筑群又通过众多的匾联，比如云辉玉宇、星拱遥殊、气象召回，渲染出神仙境界、太平盛世的意境。这一切帝王的理想情志，都是通过建筑的完美和谐的形象融化在风景如画的湖光山色之中，达到了风景美、意境美的高度统一，因而产生感人至深的魅力。藕香榭建筑的对联苔榭参差金碧里，烟霞舒卷画图中，完全道出了这座皇家园林的气魄。颐和园昆明湖、南湖岛、致敬阁、赵建堂的一池三山是皇家园林的典型格局，象征着蓬莱、方丈、瀛洲的神仙境界。虽然帝王长生不老的愿望是无稽之谈，但昆明湖在三个岛屿的点缀之下所产生的水外有水、山外有山、层次深远、扑朔迷离的美丽画卷，着实使人产生神仙境界的联想。颐和园的皇家风范还要借助于植物材料来进一步深化。万寿山前山以成片的常绿松柏来寓意江山永固、长生不老。乐寿堂、伊尹馆以牡丹、海棠、玉兰象征着荣华富贵。私家园林的意境美就完全不同了，园林的主人多数是官场失意、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文人隐士，因此园林的景观自然就渗透进了他们对封建集权制度的不满、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人生哲理的感悟，因此园林就成了他们安顿灵魂的绿洲、享受人生的安乐窝。园林的主题立意、总体布局到具体的景观设计，都围绕着这样的格调来展开。苏州藕园反映了园林主人向往陶渊明弃官归田、返璞归真的隐居生活和夫妻的情深意笃。群山环抱着的自然环境、朴素无华的藏书楼、芝莲老屋、城曲草堂、
隐喻为读书明智，垂泣富贵，甘愿淡泊宁静的生活。双照楼，枕坡双影，让人联想到他们形影相爱的真挚情感。一护城河的听鲁阁，是说护城河上的划桨摇橹声，通宵达旦不绝于耳。水中的山水涧水榭，道出了欧阳修的诗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的意境。东山上的武爱亭，表达了夫妻的自由、自在、自得、自足，诚如陶渊明的诗：“众鸟心有托，吾以爱五庐”的理想境界。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经过漫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发展到了顶峰，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并对世界的园林艺术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明清园林艺术这座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奇葩，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光彩夺目。现代园林只有在继承传统园林文化的基础之上，在复制于时代的要求、时代的特色，才能发扬光大。现代园林之花才能越开越艳。